好，新生必第六題，咁呢題咧都係少過七成人啱啦，其中咧有十個同學唔識做喎。呢題睇落其實就唔係話咁複雜，咁啊叫你將呢個 image 轉佢 rotate 係咪啊 ？clockwise 即係順時針啦，咁樣轉，咁樣轉啦。About 啊 point A 啦，即係呢個 point A， 咦個 point A 可能好清，咦係喎。條題目好像有少少問題喎，因為 point A 咧，好似冇講明係一定係 E 點，你可以係 E 點、E 點、E 點都得嘅。啊，如果同學發現咧，你個答案啊係真係用咗其他點 A 啊去做嘅時候咧，咁啊出嚟加翻分啊對卷嘅時候，我哋姑且當住誒佢打漏粒星啊條題目，出卷嘅老師有少少呢度打漏咗粒星星嘅。point A through 90度啦，咁就好簡單嘅啦。嗱，條題目咧就係、是，即係依個咧會轉90度。你想象依個係一個牙籤啦，咁轉90度，依度三格，咁接畫咯，係轉90度。嗱，依個係一個直角嚟嘅。咁跟住咧，依條線咧，譬如我當六線啦，打洞啊嘛，咁就打洞變打橫啦，五格，好搞掂，就係、是、答案。